妈妈啊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给我买蛋糕，给你买个蛋糕，谢谢闺女。老式蛋糕，符合你年轻人的气质。看看我闺女给我买的蛋糕，哇，太漂亮了！太漂亮，正好是我的菜，我喜欢这样的。看这几个字儿，祝妈妈生日快乐，越来越红火，真漂亮。这个蛋糕是谁给我选的？我给你选的。我给你选的吗？到底谁选的？我给你选的。还是爸选，爸爸比较了解你，就知道我喜欢这种粉嫩粉嫩的颜色，还是玫瑰花。我一想，这是我老公给我选的。啊，妈妈，其实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蛋糕属于你们60后、70后的那种蛋糕啊，属于那种复制老蛋糕啊。我们的那年轻人那种蛋糕都是那种带花的，或带水果的，比这好看多了，给我感觉就 low 爆了。但是我爸说，你妈就喜欢这样的，还是我老公最了解我。你说的那蛋糕，我都不喜欢吃。那可能还是就是代沟呗，这就是。对，因为款式那个在更新，你这属于老式的。我的理念还停留在70年代。70年代，老式蛋糕。太漂亮了。其实我过生日吧，就收个蛋糕就行，别的什么也不用吃，太开心了。好看，这好糊弄啊。啊，好看。哎呀，颜色挺好，姑娘啊。嗯呐，哎呀，真香啊。嗯，太浪乎了，看看，期待期待。真好，妈妈，你今天这芹菜你准备咋吃啊？芹菜炒肉啊。我带几颗呀？咱2颗就够了。这一个就够了？够了。啊，够。媳妇儿，今年你多大了？55啊。你是55吗？咋不是55呢？你55属啥的？属鸡的。时间过得好快呀。在一起30来年了，谁跟你在一起30来年了呀？那你跟谁在一起呢？夕阳又有点泡的时间长了，大哥呀，那香菜已经很长时间了，那还不都摘它？薄点，切大片，好了快，切点圆葱吧。这圆葱还行哈。嗯，姑娘，咱家上回大姐买那个烧烤料在冰箱里去拿的，烧烤酱。妈，放点香，这个直接搁它搞里就行。放点料有去去腥就行，小野猫抓到一下。大姐买的酱可好吃了。少放点蜂蜜提提味，柠檬去腥的。这柠檬挺好。挺好。好，这鸡眼能回来？那谁道？我都饿了。我也饿了。还不回去呢？烦。这回妈买的这锡纸多，一大卷。你别说，这个真方便。一拉就下来了，可比原来方便多了。铺2层锡纸吧，哈，一层怕不行了。把羊肉倒里，哎，看着香啊。还是家里正实惠。这烤盘这么大，还满满的，放点蒜，放点鹌鹑蛋，看着挺多呀。满满一盆儿呢。把姜啥都拿下去。我爸买的柠檬好柠檬，进口柠檬，烤的。那真酸。要是烤不下哈，还有空气炸锅呢，一锅全出呢，太多了，这小太小了。羊肉已经能放柠檬了啊？对呀、啊，鸡翅的拿来，鸡翅用上下烤，空气炸锅就上锡纸。你爸买的太多了，我爸成向着我了，怕我吃不饱。去腥你知道吗？你切一点也不好看，还专职培训你那个水平。第一个就鸡翅够吗？行。好看，开始。你咋才来呢？买鱼去了。买啥鱼啊？汤头。你买多少汤头啊？啥汤买多几斤汤头？哎呀，儿子，你买这么多鱼？多少斤？20公斤，大黄直接给杀完了。你买这么多鱼干啥呀，儿子？吃啊，上午鸡蛋。我爸吃鱼吃挺好吃。你是不是傻？大号的鱼呢？撒点孜然。姑娘，哎，芝麻拿来，来。芝麻。来放点芝麻。好，再烤几分钟。底儿都动了。再烤吧。哦，这鸡翅的烤的真漂亮。6个菜吧。6个菜做好了，这忙活一头午。一个烤的鸡翅，你喜欢愿意吃的。凉菜你愿意吃的，妥妥的。羊肉咱家都愿意吃的，烤羊肉。一个骨头，这是那天你买的。
辣椒炒芹菜，还有一个肘子，全是硬菜。妈妈辛苦了。还有一个蛋糕，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，太香浓了，太好看了。妈妈，我不给我买的。花多少了？给你差多少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今年五十几了呀，55虚岁，54周岁，差四个。四个。我长那么大头一回吃蛋糕，有人给我买蛋糕，太不容易了。多老吃的蛋糕、啊！这蛋糕太好了，我太喜欢。今天过生日，我就一个蛋糕就满足了。把祝妈妈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哎呦我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许个愿吧，许愿。你们一会儿猜一猜我许什么愿？啊、我猜到了。这么快吹蜡烛了啊！吃吧，猜猜我许什么愿？妈。明天其实这件事用猜嘛，这我跟你搁这儿。朋友们猜猜我许的什么愿？妈妈你开心吗？开心。这蛋糕满意吗？满意。哎呀，真不容易呀、啊，能得到您的认可，我最满意了。太好，那就没白买。其实我什么都不想吃，不想吃开蛋糕。那就吃吧。儿子要不要蛋糕？我就不吃那玩意儿。太辛苦了，陈明兰，净说好话，这喝还喝瓶喝够。还行，我祝你生日快乐。嗯，生日快乐，辛苦了妈妈，辛苦了妈妈，生日快乐嘛。谢谢。来，我伺候，给我点儿，我尝尝。你不吃蛋糕吗？你看你老不过生日吗？我今天还是这是都是少年老做的啊。哪是我过生日啊？纯属就是劳动改造。妈妈，今天。是你过生日，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你忘了，是今天是2022年的最后一天，我们来个跨年，是我的，是不是？迎新年了，辞旧迎新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快乐，谢谢，干杯，辛苦了，不客气。2022年一共测了200多次核酸，核酸，咱们终于阳了。可算测出来了，终于算进阳了。嗯，然后结束了。儿子，你上哪儿买的鱼呀？那啥，石头旁边水库。石头门鱼。对呀、啊，有名。我跟你说，过年就买这些东西，不能再买了啊。老远。那你这个答应不了。本来今年过生日，你们都说要说请我出去吃饭的。嗯，对呀、啊。没有办法。饭店都订好了。每年我过生日。都是我劳动改造的日子，今年又是了。明年啥灾难没有了？今年特殊情况没有办法，都包含了。都累老板辛苦了，我得抹脸。对，祝朋友们2023年都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再见，再见。